大家好，这里是小蜗牛在囧途，我是岛主。昨天我们就在这个服务区露营的海州湾服务区啊。一启动发现车不动，手刹应该又忘了。手刹忘了，说了每次开车前都环视一圈，环视一圈，又没做到。好，这次环视一圈，手刹又忘记了。轮胎没问题。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前轮也看一下，轮接线没问题。哎呀，好，这回确定没问题了，出发。一把多能过了。这个床车母子在吃饭。这个哥们还在，那个这俩哥们还在睡觉。我们出发去加油了。这种情况，入口超时，我们要倒过去。现在是练倒车了要。昨天在上一个高速服务区过的夜，超时了是吧？对，然后现在走卡给你是吧？啊，对，行，稍等哈，您在哪一个服务区？就上一个叫海州湾啊，海州湾，对，海州湾。然后他那连续两个加油站没油加，所以我现在下了加油，一会儿还要上去。这个扣掉就行了是吧？这里面扣钱就可以了是吧？不需要我现金吧？啊，谢谢。这个没有收我什么超速过时超什么超时费吧？没有。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这个芯片是这么插的还是这么插的？我忘记了。插的这么响。哦，试一下。嗯，好。有响声就证明对了。好，谢谢。125元，还是按我一辆车收费的。350米号掉头。啊，这个山东这个服务区很人性化，都是按我一辆车收费的，走人工车道也不多收费。现在找加油站。哎呀，好，我们这个。咦，钥匙嘞！加油站大姐瞬间围观了我的车呀。走，我们找个地儿吃早饭去。小贩开始路。大姐说前面路左转就有早餐店啊，左转右转都有，我们就听她的左转吧。吃早饭，我感觉我们叫锅贴，他们叫菜卷儿，是不是？就是锅贴嘛。萝卜卷，挺好吃，1块钱三个，这真便宜。一个茶叶蛋，一杯豆浆，来几个萝卜卷，今天早饭。好，酒足饭饱，出发。吃早饭的大姐要看看我的车。哦，我这边开了，给她看一下。这个不好拒绝。是吧，山东人民也真的很热情，看看就看看，也是对一个
美好生活的分享吧。不错不错，上去看上去看，没事。这里灶台不烫，还是电的，还是这里有卫生间，哎，有。